三星星胖月亮终于盼来了一人之下二番外篇的更新。不过这一次到了龙虎山，老天是张之回的主场。原以为作为主角的张楚岚已经是开挂界巅峰，没想到张天师一下山瞬间秒杀整个全线，轻轻松松拿下一人界扛把子，开挂界 No.1 的位置。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凡夫俗子张之回开挂又逗逼的一生。不对了，张之回是嚣张的张，只手遮天的之，为所欲为的为。来了，天师，看这里。张之为天师府第65代天师，现年115岁，几十年前就是一人界公认的绝顶高手。在全姓门人大闹龙虎山的时候，张天师第一次小小展露了实力。当时陆景陆老爷子陷入全姓妖人的圈套，被雷烟炮高明和窦梅逼得试了心智。张天师赶到现场的时候，全姓司张狂见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跑路，只有不知死活的燕炮还在动歪心思，想要杀掉这种心魔的陆景。张天师只用2根手指就轻轻松松捏碎了他的法宝九龙斧。接着张天师为了用静心咒唤醒陆景，又硬扛了他的全力一击，扛完还能风轻云淡的讲笑话：反正心智也是全龙，很容易捉到，不过到底弄死我几根龙骨头，够你以后是必真的吗？真的是不服不行。不过说这次对战，大家没能感觉两人的差距有多大。那么张天师在番外篇中一掌秒陆景，就直接暴露两人差距了。陆景是什么样的人物？要知道他可是老一辈的杰出代表，位列十老之一，身怀逆生三重以及通天路两种毒师功法。公司董事直言，当今一人世界能击败陆景的没有几个人。结果就这么被张天师一个耳光闪懵了，就连他也挡不了张天师的一招。更不用说全系那群小毛孩，相比之下他们简直就是一群刚到新手村的还没有完成新手任务的菜鸟。他们自以为一群人包围的张天师，其实是张天师一个人包围的他们所有人。最终战况就是张天师独自一人消灭全系几乎全部成员，包括掌门在内的14名高手。张天师不光武力超群，还自带反超萌，比如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卖萌摆剪刀手啊，被陆老打肿了眼睛，没料中间说是本人功力自有奥妙，把别人比作搅屎棍，结果被自己没下地的打脸。师爷，这里不妥，他们是搅屎棍子，那我们岂不是？孽障，竟然把我等都当成了哈巴之物！师爷，你什么都没说。简直不要太可爱，所以我就问，这样武能轻松灭全性，文能逗逼讲段子的老天师，你爱不爱？